couple things started happening when you walked away. So that's why I say about it. Cause when all of my dreams seem so out of reach, your crystal clear, you don't disappear, baby. No. So why would I?今天的重点呢是来穿韩服，这边有两间比较多人推荐的，一间是细花韩服，另外一间就是完天韩服。那我们看了 IG 上的照片，觉得完天韩服的风格我们应该会比较喜欢，所以最后决定就是这一间。不过其实它有规定，一人最多就是试穿两套，所以对于有选择障碍的人来说应该会蛮难下决定的，所以我会建议在去之前可以在网络上先找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风格跟颜色，那到现场就可以更缩小范围去挑选哦。触摸萤幕即可开始，选择图片数量，钞票数。美女，干嘛那么说那个车窗？签名的时候也是说破损要怎么样，要赔多少钱？怎么？我有看到6000韩元，还是？今天天气非常好，只是好冷哦。好，你现在变脸，我以为你要变。我很大兵，很像那个我去看完那个 NBA 之后的大兵。哦，你是说穿短裤？对，很荒谬行为。公主要回家。
Can I hit you up? Or have I not waited for long enough? Since the last time that we talked, I don't wanna come off too impatient, but I'm not patient at all. Can I hit you up? Or am I the last thing you think of? 压那个，大家放好给我听。这是我第二次来广藏市场，之前来过一次，然后也有吃生板章生章鱼。我的印象是其实还不错，就是我是敢吃的，然后口感很特别。之前很多人说入口的时候会有一种嘴巴被吸住的感觉，但我好像都没有特别有这种感觉。其实它就是外层有黏黏的，有一层黏液，然后里面很有嚼劲，可是说起来其实是没有什么味道。I met you. It's not magical. The way I feel when you walk.